周深现唱破晓东方主题曲人间星河，新歌抢先听。给我所有执着，是天地最无畏的宽阔。你是岁月峥嵘的长河，永远有我追随着。每年年末临近跨年，最让大家关注的事情无疑就是跨年了。目前网上已经有了央视以及各大卫视的跨年阵容相关爆料，周深成为了香饽饽，各大卫视争抢。近日天津卫视你随光而来2022年终演唱会也官宣了周深的加盟，时间是12月28号晚上8点，在天津卫视官方抖音号全程直播。而节目歌单已经出来了，周深将献唱两首歌，奔向你，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。不过无论他唱哪首歌曲，总会给我们带来惊喜，他的舞台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。如今脑海中还是他欢乐中国年的场景，超级震撼的美声，还有田震对他超级高的评价，这就是他的实力。18号晚8点，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。另外，据悉周深还将加盟央视跨年、江苏卫视跨年，以及 B 站2022最美的夜。周深要不是确实赶不过来，恐怕真的可以都参加一下了。周深已经是第四次加盟最美的夜了，阿 B 不讲武德，率先打出周深名牌，恭喜周深拿到了 B 站的跨年晚会的全勤奖。周深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，也带给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。这样的宝藏男孩，实力唱将，谁会不喜欢呢？ Hello B 站的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熟悉的歌手卡布雷周深。音乐区一本书区，音乐区今年最想联动的同学是 A 舞蹈区 B 生活区，一如既往的想选鬼畜区，结果没有这个领域，那就舞蹈区。舞蹈区，就是你在说什么？哪个区和舞蹈区来着？生活区。生活区，嗯。平常会不会在 B 站上做手机？当然会啊。当以下稿件出现在你的首页时，你更想点开的是 A 周深色气像视频 ，B 周深最想删除的视频 ，C 周深哈哈哈哈笑死我了。最想删除的视频吧，想联系一下把它删了。哎呀，好霸道的我呀，换一个吧。那就哈哈哈哈哈吧。对，因为我觉得给大家带来开心还是很好的，因为经常我也会在 B 站看到一些自己比较幽默、比较。好玩的剪辑我也会笑。对，大多数是元素吧，偶尔有一些地方会稍微的二倍速一下，但是希望大家可以不要二倍速我唱的一些片头片尾啊，拜托了。去年在 B 站的跨年晚会上，周深带来了两首最具反差性的歌曲，一首温润如玉的可他爱着这个世界，一首热情似火 Just Like Fire，它显示了人生的两面性，但是无论是哪一面都是最真实的自己。他也从不发一言流年孤身流浪，去拥抱那束难尽的光，冷气或悲伤都随光阴绵长，他还是默默的。可他爱着这个世界是周深2018年9月发布的首支原创单曲，安静舒缓的曲调却蕴含巨大的力量，歌词里光怪陆离的空间有着人世间普通但又珍贵的柔情。Just Like Fire 舞台又燃又炸，有英文 rap 和互动，还有挥洒自如的舞台展现，一切集合在一起，
构成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舞台表演，为大家呈现了一场绝对震撼的经典演出。周深唱英文歌曲一直被人所称道，字正腔圆，独特的绅士味道，让正宗的英语区人士也不得不感叹，真的太标准了。一路迎向那被黄昏染红的天边，踏着来时的梦走向今生的终点。2020年的跨年晚会是周深第二次参加 B 站跨年，同时这也是 B 站第二次举办跨年。有了19年的成功基础，大家的期待值很高。有了周深演唱了国漫《姜子牙》的主题曲《请笃信一个梦》，演唱一如既往不说，现场舞美太漂亮了，简直就是还原 MV 的画面。这首歌曲是 This Is Me， 不惧言语，不畏世俗，勇往直前，永不屈服。每次听到周深演唱的这首歌，都会被鼓舞到。信守住自己的本心，遵守着自己的原则，你不必成为任何人，你就是你。 This Is Me， 用周深自己的话来说，这首歌对他的意义很大，他很喜欢这首歌，所以把这首歌送给 B 站的所有朋友。已经连续3年在 B 站陪伴大家跨年的周深，今年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舞台呢？狠狠期待了。非常难合作，很容易被他盖过。我觉得我很像来捣乱的，因为你还可以继续追求你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你可以继续爱着这个世界的人。第二名是周深，第二名周深，第二名是周深。本场第一名的歌手是周深，本场竞演的第一名周深。